你刚才在卫生间里在干嘛？我在做广播体操，活动活动身体。你在地上睡得舒服吗？挺舒服的。那就好。我去开窗透透气。我看看。我来。小心。飞走了。其实我刚才说错了，地板一点也不舒服，我可以来床上睡吗？灵感了，什么灵感？圆圆，那我们要不要趁这个时候加强一下灵感？别把灵感吵走了。